他不死，我一他又能怎么样？要他砸两下呗，没关系，这玩意儿衣服中啊。 不是说给不给我告告假期，谁不谁的问题。有些人老叫我猴哥，你说你要喷就喷呗，你叫什么猴哥？你赶紧给我滚蛋，别跟我在这攀关系，别叫我，直接跟我叫我仇人。我说的都是错的，我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对的，都是错的。 别叫猴哥，不认识你。学什么玩意儿？你扎吧，你扎吧，你就一个兵你也别吃。 적이 더 많았으면 좋았을 텐데. 시험해 볼까? First blood. 我感觉我应该来一手多兰顿。 这玩意儿那可太难杀了！哎呀！他吃药了吗？ 他没吃药，你不吃药，我吃饭。把他放出来吧，这回耶哥也没地方去。无知流风水。 这兰博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 阿里奥去下了，还好不是炮车兵，堵他一手，看看他有没有跳弹啊。
来是啊，这玩意儿，再吃他一张塔皮，我们撤。这左一是辅助。先来女神之泪，再来这个。来，稍等一下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能饶他吗？你跟我玩呢是不，大哥？你这么着急，我都没到呢，你上啥呀？着急生孩子。제압되었습니다。그게전부냐？적이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。这波兰博可以杀，塔下也能杀。我直接越塔杀了他得了，他没有大了。血有点多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没有人啊，那嘎里奥在中呢，哈子在下呢，我们为什么要走呢？1833，哎呀，差点钱呢。我很想再吃一波，但是不行了，吃不了。要是这一波再吃一波就好了。我只能把药卖了，买个皮鞋。吃粑粑去，吃粑粑也得回家，没有大了。这边他不又没大了吗？再越塔杀的。无限月，只要他不出护臂，四秒，哎呀，给我杀他，没有大，这佛爷哥也太弱了，好弱的佛爷哥。这就是吃了两个血的福爷哥吗？爱了。
언제나최고지来波中路、啊、阿卡丽可以欺负一下兰博，哎，你觉得我能让你回家吗？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길만알려줘我们不要让那个咖喱奥回家啊，不让他回家，然后下一波我们去打小龙。还是不让他回家，他说我回家我就知道打皮。这也太惨了，谁送火箭？太惨了，只有金克斯今天送了我们一发火箭，太惨了，我要写个惨字。又往这放针眼，我漂亮，这阿卡丽已经很秀了，说实话已经相当秀了。小龙吧，来来来来来，那蛤蟆死了，正好可以小龙。对面全是残血，对面没有血线的，可以小龙。来来来来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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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。那咖喱奥，你要想杀，其实可以杀。兰博八级，不能再打了啊！来人了！刚才我为什么恐大了？因为蛤蟆摸眼了呀，这还有为什么吗？不太敢动啊，不知道这蛤蟆在哪儿啊，一打二打不了。哎，可以啊，把红打了去，他在下路就可以一打二。首先这个蛤蟆必须得先出来，阿卡丽中塔没了，其实很难受。我看你旁边有没有人。可以杀。我变兰博，还有一个。
啥哈子？我操，阿卡尼太秀了，阿卡尼！佛爷哥，你这把是真是个弟弟，你对得起我们家阿卡丽吗？啊！再给我推，再推，再推！来人了，拉倒吧！他干哈呢？他？哎，他啥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佛爷哥有点意思，他咋过去的呀？他是没看见人传送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打野真是对不起俺们家中单，这中单玩的这么好，好几波都是因为他，没有他就记了。还有这寒冰啊，射一箭呢，有事没事射一下呀，好射。别往上上了啊，那旁边有蛤子，让人集火来的。辅助换辅助还行吧，我们去把下路塔拔了，下路塔没掉血，下路塔没掉过血。他俩跟我在这儿，他俩跟我在这儿跑，确实是没啥办法。小节奏啊，可以打。英雄降落，好，交闪现。哎呦我操！跑的有点快，但是打死了就漂亮啊，可以。我是肯定是追不上的，你这夸夸夸一顿闪。你不要啊，你把这 A 了呀，我就把蟹打了。回家，他们家怎么有红啊？这信号点的我哪敢去啊。你给我扯淡呢是不是？这谁敢去啊？你敢去啊？我不敢去，你去吧，我肯定是不去。
这打野的就是真大。来！他不敢踢吧？他敢踢吗？他不敢踢就行啊！漂亮，大龙，全死。干哈呢？能行了不还？快点儿啊！哎，没打野，这可咋整？不行，哎，难，忘了有金克斯的一炮了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不要一波了？嗯，还好没一波，可以接受。打野确实是个脑残。哎，真难呐。碰一把正常人不容易啊。来个黑切吧，他俩应该守不住。